很多人啊吃过花甲，没吃过毛蛤子啊，也没见过啊。你看这个就是毛蛤子啊，这个哇，这里边啊这肉啊，哇，都好硬的啊，而且还是红色的这个啊，你看，别看它外表比较粗鲁啊，可是肉啊吃起来啊很鲜的啊。哇塞，你们看，哇塞，它来得早，真的不是来得巧啊！你看，哇，跳啊，一只大八爪鱼。我的妈嘞，这个可以吧？你看这个大吸盘，哦哟，看近距离让你们瞅瞅啊，看这个，可以吧？这个八爪鱼差不多有一斤这样的吧？啊，来，你们见过八爪鱼游泳吗？来，来一个，给咱家人看看来。他还不好意思了啊，他不好意思，有点害羞啊，那咱们就把他带回家吧。